章子怡，作为国际知名的影星，知名度自然不用说。从被张艺谋导演相中开始，章子怡就开始了自己神话与传奇一般的人生。在娱乐圈，在电影圈，章子怡的地位与知名度的确是无可撼动的。1998年，章子怡被张艺谋发掘，主演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而成名。该片荣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。章子怡被称为国际章。章子怡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永远是这么美艳，国际范儿。章子怡是今年在世界影坛上获得认同的中国女星中地位最高的一位。或许有人会认为章子怡的成功有运气的成分，但这绝不是重点。章子怡是非常优秀的。近日章子怡出席活动捞金，平时章子怡出席一般都是礼服，如今却换了另一种风格，这皮衣皮裤穿出新高度呀。再来张近照看看，这身材真的是完全展露出来，真的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呀。网友直呼，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。网友调侃，嫁了汪峰也爱上皮裤了。